既然如此，那我便一封到底。老文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？真不觉得有何不妥吗？我以前觉得你是装疯卖傻，没想到你是真疯。还行吧？觉得心里畅快吗？这就是你要的结果吗？周首领，你敢说你平生所杀的便都是坏人？那就要死了。想要的东西要不起，想留的人有完没完？如果连你他娘的都要去了，不如苟延残喘的多活两年，那我白认识你了。太迟了，他们已经都死了，朕爷也跟他们一起死了。发过誓，阿星。